你回答你啥来？大爷，你不是和对面和亲犯人吗？嗯。我说看你姐累成累了，你叫你来这，叫你给我把这个那个啥整整。你到哪提来的？叫你帮忙，求助你。求助我的，还用求助的？姑姑，真的不用求助，一句话。那我不是整那个退税那个，嗯，你看看人家那个字儿整，我不是讲你发那个视频。哦，退税的是不是？哦。你一直没有退过啊？没。哦，其实人家那好整着嘞不？人家那是先下载一个那个人所得税那个软件儿，嗯。下载一个个人所得税软件儿了，然后了，里面就是自己的信息填上，嗯，那还有不是下看载好了？你看看。我下载好了也不会整是吧？嗯。再说。嗯，你把你那个信息填上，这不是手机号啊？嗯。这不是填完资料，人家这能退2天零，提示提款5毛钱。嗯，然后这人家不是是当时都到账了，是这了还得人家审核，然后我进完了还得有国库处理，处理完了之后才能到银行。那看有绑定手机号，要没有绑定手机号了，都得去银行查嘞。反正最少得半个月的时间嘞。是啊，嗯，因为每个月的他那个是就是时间不一样，嗯。反正能退2天零，提示提款哦，这历年的，是吧？历年的税，不管这政策好嘞，这都能退。嗯，你准备小车儿？小车儿？啊，准备着急，我也着急呢。不着急，我们你也叫啥来呀？还弄这个来？我这是犒劳犒劳你的。哎呀呀，你不能犒劳我嘞。你给我带小车儿吧。这上面就是那个墨汁。哦。这是司机叫马车啊。那玫瑰买的好几，都带手套。回去了自己洗。嗯。我也快好了。哦，快好了，一直在那吃。嗯，健康。热乎热乎的，到俺姑这逛，咱俩吃，俺姑都准备歇上了。上哪这？老头儿拿去吧，收那个吧。把老姨给你准备，给咱俩准备一顿饭上。啊。把车上的叫好吃嘞，俺小姑得给我查6岁，八岁呀，八岁，嗯，这叫是那啥，吃出来啥馅儿来了？馍，香菇的肉的，是吧？嗯，我还没有吃过香菇的，嗯，成天好吃白菜的呀、葱的呀或者韭菜的，是吧？嗯，香菇的捏的还少，俺这又是头一回捏。啊，嗯，每回来这吃饭啊，我都没早忘饭。哦，就这一个侄女不叫你倒点，我给你倒点好饭。别太地了，咱俩吃吧，你小姑姑，太大了是吧？这个，这边谁的？你吃掉了呗？我吃了。你吃，你吃完你也吃啊，吃啊。吃了吧，哥。嗯。俺姑呢？去送孩子了，我把外家收拾收拾。